的恩待，对人的爱，对人的怜悯，不仅仅是一种态度，也是一种事实，就是神把神的话加在你里面，让你里面的开启，让你看见神的可爱之处，看见神的可爱之处，让你看见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让你心里亮堂，明白神的话，明白真理，这样你不知不觉就得着真理了。神在你身上实实在在的做了很多工作，是你得着了真理，是你得着了真理。真理得着最宝贵的东西，就是永远的生命，神的心意就满足了，神的心意就满足了，神看见人追求真理，愿意与神配合，神的心就高兴，就满意，神就有态度，神有态度的同时，神就会做事，神就称许人，祝福人，就得着真理，得着生命了，你就得着真理，得着生命了，你对造物主有认识了，你得着造物主的赏识了，你心里就没有空虚了，你就感到充实享受了，这就是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人生。